是，我想分享少少。头先你喺度讲咧，即系话按手同人哋祈祷咧，即系我觉得好好咯。即系我喺你呢度课程啊，即系礼拜日啦、啊，同埋一个松嘅度学习嗰个咧，今日你不断去，今日我就跟住嚟做啦，好啊。咁我而家我教会咧好感恩喎、哦，即系我以前我教会咧系唔讲圣灵嘅，同埋冇佢而家咧即系二月份请过两个传道咧，成个同埋。即系神要同在咧，我要学咗咯，去配搭教会嗰啲传道一齐咧。哇！而家即系而家一日一日一都唔同喎、哦。即系好容易就佢都唔会按手咯，同埋我要好容易去按手同人哋祈祷咯。谢神，即系可以，佢都可以接受啊，可以接受，同埋好开心啊。同埋咧，我组长咧早期咧，我分享多少少。我早期我组长咧唔系好多即系。即系唔中意我啊咁样嘅，咁啊佢而家咧好感恩喎、哦，即系新年喺度动工咧，同埋倒一个阿锡年喺度祈祷啊，同埋配搭嗰个传道教会嗰啲一齐去圣年咧同在，咁啊佢而家我同佢嗰个小组琴日去饮茶，咁啊佢叫我祈祷喎、哦，咁啊我就祈祷啦，祈祷咧我就话享受神咧同在，享受神咧食物。跟住佢就话：，好啊，我都要咁样祈祷啊，享受神啊，享受神咧食物啊，即系睇到咧新年好到咧，透过我嗰后去教会里边咧，即系而家去受，即系改变紧，嗰啲弟兄姊妹啊，做长、啊，即系我觉得哈利路亚感恩，荣耀归于上帝咯。感谢天父，感谢主，你一路祝福你嘅教会，你都如果方便，你可以同你教会讲，叶牧师都可以嚟咧。去更多解释同埋咧去训练去祝福，好、啊、因为咧其实大家如果你自己教会系愿意接受嘅话咧，我系乐意去祝福，并且咧我系乐意义务啊，即系我唔系即系有时你可以讲啲义务先嘅，你话咧我唔系为咗讲完费所以嚟去讲道或者训练，系可以义务嘅，即系我亦都曾经喺不同教会系义务训练。有两间教会咧，系好长时间我带领圣灵聚会系完全义务嘅，咁呢个系大家可以同你教会咁讲嘅。好啊好啊，即系我觉得好感恩咯，睇到即系圣灵喺度咯，按手祈祷咧，同埋咧去按手祈祷，同埋食嘢嗰时有时小组祈祷咧，真系讲享受啊，享受神啊，享受天父赐嘅食物啊，即系佢等于。看到不一样咯，咁啊个个都话我生命不一样啊，即系都系你一个课程咯，同埋你帮助我啊，上次 set 到嘅嗰啲嗰啲，我照住你咁样讲咧，咁啊而家佢哋话我讲嘢都好清晰，好好听得好清晰，即系感恩咯，系啊，荣耀归于主，感谢主，荣耀归于主，系啊，荣耀归于赞美主，系啊，好祝福大家，好祝福大家吓。啊！求主大大提升我哋每一个。